在浩瀚的宇宙里，危机四处。什么时候都不知道会有狂派的变形金刚来到你身旁，来窃取你的个人资料呢？欢迎各位再次收看胡夫汽车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这是我们1455集的节目。我们今天的话呢，终于的再把镜头拉回到工作室系列。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大黄蜂独立电影里头，Selway 声波，以前我都叫它音波了，后来的话呢，我发现大家叫声波比较多。尽管我觉得声波跟音波没有什么不一样，对不对？就像声道跟没有什么不一样，对不对？那这个玩具的话呢，相信大家之前已经看过，它有一个非常夸张的载具形态。不过呢，还没到变形步骤之前，我们先不谈这个。首先，我只觉得这个人物的头为什么那么大？同样的身高的情况下，这个头身比好像跟另外一款的这个一样是狂派的重要干部天王星啊，两者的头这个大小比例是不是差得非常的多啊？看起来好像就整个不是同一个画风的感觉，而且，天王星的造型感觉机械感比较强，但这一款声波的话，就感觉像是一个人穿上盔甲，基本上跟钢铁人感觉是差不多的，就像一个机器战警一样。那人形的话呢，倒是做得不错啊，这个前后左右包覆得非常的漂亮，啊，大腿内侧有一点小空洞而已，那么身上没有齿轮的关节。不过的话呢，它身上，这个倒角的处理的话呢，我觉得并不是说非常的好啊。有几个地方摸久的话呢，手是会有些微的疼痛感，而且它身上的关节紧实度啊，大部分的地方呢都是偏紧的。在把玩的时候呢，有时候推移的时候手感稍微有点小影响。身上的话呢，有一个弹跳的一个装置，这个非常经典，而且这个敏捷度敏感度非常好啊，碰一下就打开了。但是玩具本身并没有附任何一枚磁带部队的成员，一个都没有啊。算了，没附就没附吧，我怕你附了一个，你又把价格变成是 leader 级，那就是真的是坑人了啊。那么我看了一下说明书啊，那些磁带部队的成员应该是之后啊会以这个小型的玩具来做一个发售，然后后方，我本来以为这会不会是一个透明部件，定睛一看啊，其实不是啊，它是一块灰色的，塑料片啊，我也不晓得为什么。是特别把它做成这样一个分界呢，眼睛是红色的啊，这个非常标准音波的配色，但是这个脸感觉是比较方了一点，那胸口有一个久违的狂派标志终于出现了，手臂的一个可动的话呢，360度的转动啊，但它这个手啊，你这样推啊，你会发现它这个部件是可以推开的，那是因为变形的时候是有需要用到的，然后手臂腰头既可以转动，拳头不能转，手肘的话呢弯到大概90度，啊有一个造型刚好把它给弄下来。裙甲掀开的情况下呢，才可以实现一个腰转。那么脚的话，前后左右踢啊，身上是没有齿轮关节的。外摆内收的话呢，非常的紧啊。然后膝盖的话呢，弯到大概这么多，然后有一个不错的一个接地的一个关节。整个人形的把玩起来的手感的话，就像一个，像一个人偶的一个玩具一样，因为它就是，非常像真人啊，非常非常的不赖，一体性也很好，主要还是关节比较偏紧啊。那武器，一把这个会发出亮光的一把枪啊，细节的话呈现还可以，但是漆面好像稍微厚了一点，感觉有一些地方比较肉了。然后后面的这个肩炮啊，它是单独扣在后方的，往上往下。这个肩炮我觉得，感觉很大，非常大一个，不是说很好看，我觉得这个比例没有说很优了啊，我自己觉得。然后身上的蓝色也是属于深蓝的啊，非常非常的深蓝。我们接下来的话呢，给大家示范一下这一款声波的一个变形过程。首先的话呢，头先翻转180度，然后拳头的话呢，可以先考虑把它给收进去啊，先把这些预备的动作呢给准备好。说明书的话呢，用了非常多的步骤来说明这个地方的一个变形。其实它的变形是怎么样呢？这里翻开之后，你可以看到这里是有个洞啊，这个洞呢，它要去扣进后面这里有一个倒钩。那具体怎么做呢？你就是把这个手臂啊往后
往后面这样抬上来，到这边稍微逃外侧一点，然后从外侧这样勾进来，到这里把它给卡进去啊，这样就行了。然后呢，这个手臂的话呢推出来，到这边这里有一个组合卡扣，把它给扣上。这里也是一样的啊，这里前后都先打开。然后呢，这块部件啊里头没有打铆钉啊，有时候容易去喷溅啊，容易去喷溅。这里打开，看到这个洞在这里，倒钩在这边，然后就利用这个关节把它给转上来到这里，然后呢把它从后面给勾进去到这里啊，卡进去就行了。到这边，然后呢手臂打开到这里，把这个凸跟凹啊在这里做个结合。到这里我们可以再检查一下这个卡扣有没有扣到位。你看这一块才刚说它容易喷溅了，你看立刻就喷给你看了啊，真的是应该说他给我面子还是不给我面子啊，呵呵，他刚已经喷出来了。好，这个时候呢下半身腰身是不用转动的啊，这个先拐一个内八，然后呢我们把这个脚的后面这块部件给挑开来，挑开，然后整个部件给翻出去啊，这里也是一样的，这边打开里头的部件翻出来。好，到这里啊，我们接下来怎么做呢？把这个脚的往上面啊打上去，然后呢我们先把这个腿部的话呢翻到这个角度，应该说先翻起来好了，先翻到这个角度，记得这样推上来。然后我们等一下呢脚的话就直接的包覆上去，包覆上去，包覆上去的时候呢这一块两侧都是一样的啊，这个灰色部件要完全的90度的打平，完全的90度的打平。然后呢这里这个凸它要扣进鞋底这个洞，它是目标是在这里。然后呢两侧中间的话呢这个地方把它给往下，刚刚从小腿里头翻出来这个部件翻下来，两侧除了自己做一个结合之外，它这里的话呢还要顺便啊去这里还有一个蓝色的小凸要扣进这里有个小凹，所以就是这个这几个地方的话呢我的建议了啊，如果能够三个地方呢同时完成的话呢会比较顺手，因为你一旦扣紧了其中的一处或两处之后，那第三处如果没有扣到的话呢它就会比较不好调整啊。你看我现在就是一口气的把它三个地方呢都给扣上了，这里呀，你看这个如果你没有能够一次推到定位的话呢就比较容易去造成这种结果。好，都把它给扣进去了，这个最后这个地方稍微的去没取一下。好，主要还是前面啊，前面这里是它的载具的一个重头戏的地方。那这个按照说明书的说法，这个应该是要两侧尽量给打开。那这个变形还有一个地方在这里打开翻折180度，然后呢这个地方再翻折180度，这样下来到这边把它，哎，等一下，对对对，没错，它这里有个凸跟凹的一个结合，把它给扣上去。那这个的话呢，到底是驾驶座还是什么位置呢？这个已经不可考了。那这个载具的形象呢，其实，先前的话，我在前几期做一个劳务回归的时候，我有去搜寻到一张图片，在很久以前那个变形金刚漫画里头呢，音波的话呢，确实是有一个这样类似这样子的一个载具的形态出现的，所以呢。就是大概可以证明一件事情吧，就是大概30年前就已经有鸡排这种食物了啊。我们来看到它的，我都已经不知道讲它是什么形态了啊。然后呢我非常有兴趣的人去看一下它的一个说明书，我想了解一下它会不会写一个什么某某 mode， 对不对，比方什么太空船模式或什么载具模式，结果他居然一片空白啊，显然的连官方都不知道是怎么定义他的一个形态啊，其实是个太空船啦、啊、从这个形象来看啊还是没有问题，一个浮空形态的一个外星载具吧，当然你要从这边看应该是这边看啊可能比较顺眼一点，那就完全就是把人的手啊脚啊就是一个瑜伽式的一个变形，你看全身就是这样把它捆绑在一起，说它是鸡排还真的是一点都不为过，确实是有像了啊。然后这个手臂扣在这里，脚的话呢就这个部件啊是要完全的打平，会比较容易，这个地方两侧互相结合之后还要往上顶进去，
那这个地方如果调整好的话呢，这个斜斜这个卡扣的话呢是可以扣得到的，但是呢你要完全压进去可能不行，但是呢能够扣住至少一半啊是 OK 的，载具的一体性也算是挺好的。那这个手这个肩炮的话呢跟武器啊分别是挎在两侧，当然如果你想要把它移动一下位置啊，你要把它给扣到上方来，这里也是没有问题的。甚至如果不是说因为说明书扣在有只是说扣在侧边的话啊，要不然我是觉得扣在上方的话可能这个合理性会再更高一点点。那么这个的话呢就是今天给大家分享这个 SSD 83号的大黄蜂独立电影的声波。那人形挺好看的，包覆的不赖，虽然画风跟目前其他几个人物好像搭不太起来啊。那载具的话就是如各位所见的，你觉得它是什么就是什么吧啊。那做工的话呢还算过得去啊，除了肩膀这个部件容易喷溅之外，其他没有什么多大的问题。那因为现在大黄蜂独立电影嘛，它已经逐渐取代了先前 Michael Bay 时代的真人电影的一个人物的造型，所以这一款声波的话我觉得也是为了收藏人物啊，还是会建议大家就价格合适的时候还是把它给入了吧。那今天就跟各位讲到这边，非常谢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拜拜。